艺术需要传颂，美德更加需要发扬。敬老扶幼一直都是道教祖师的宝训。有见及此，香港逢迎仙馆就选择了在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日子，举行敬老粤剧欣赏会，庆祝这个别具历史意义的时刻。粤剧欣赏会将会在7月17日举行，今次还邀请到广州名伶来到新光戏院演出，欢迎各位老友记积极参与。今次活动的部分门票还会由7月2日开始公开派发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致电2929-0206查询。